好，谢谢主席，请教我们管主委。来，请管主委。徐委员好。这个尹主委，然后换成管主委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委员的意思是什么？希望你是台湾的管仲。我也蛮希望。要改革啊哈。我先请教你啊，这个对我们第一季的这个贸易啊，尤其出口的表现啊，也就是说这个一月二月啊，这个贸易的总成长哈，贸易的总成长是这个4.38%，那么出口呢只有1.98%啊。你是说二月吗？还是一月加二月？一月加二月。然后应该不止吧？出口吗？你注意听了哈。我们第一季啊，好，预计啊，好，我们的这出口成长率是4.7%啊。那现在第一季的里面的一月、二月加起来才，好，年成长率才2%，所以财政部长啊，张部长他这个啊，铁口直断，好，第一季的这个出口要达到预计的目标，也就是行政院啊，主计总处所估计的，好。这个4.7%已经不可能，那这个不可能啊，经建会有没有做观察跟研究？我们这上面是我们的经研处当然都有针对这实际的数字上，它有一些分析，因为现在还有一个第三月份还数据还没有出来，对，但是不能够排除三月份会出现非常高的成长，就好像你认为会三月份会有这个令人惊讶的压抑的，那三月现在开始啦，订单应该来啦，不是看订单，因为订单一定是好几个月前的事。那三月要交货的订单应该有掌握吧？要我们过去也常常出现到那个10%甚至20%的这个出口成长，只要一个高的成长，它事实上这个目标不是绝对不可能。当然是会比较辛苦。好，那你认为还有可能？然后财政部长认为绝对不可能。我就以观好实际的变化了。对，我们看看三月吧。我认为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结构因素。我们寄望欧洲跟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复苏，那事实上它是复苏了，所以中国，我们对岸的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好，在二月份的时候好成长了 15.7%， 对欧盟啊二月份的时候成长的 16.5%， 那么一月跟二月的这个中国的这种进出口好，在出口上面呢，成长了23.6%，在进口面成长了5%。那相对我们，因为我数字都不全呐、啊，我就说我们政府哦，这个很不友善呐、啊，提供数字很不友善。好、哦，我要求这个行政院总处啊，他这个统计随身锅要改革啊，要改进啊，改到现在又花了不少钱呢，结果还是啊、哦，非常的不如人意啊，非常使用上非常不方便，断断续续的、啊，然后啊，光没料了哈。哦那么用数据让行了生气一下子的哈，但是一个进步国家不应该有的现象。自从退出联合国以后，台湾就一直在堕落。好、哦，你要跟国际接轨啊，联合国人家标准怎么做，你就跟着怎么做啊。因为联合国已经不帮你整理资料，不帮你统计发表，也不要求你填表啦。那我们自己要主动跟他接轨啊。这一点呢、啊，你经建会都要要求了哈、哦。报告员，我知道我们都一直照着联合国还有 IMF 的规定在做的。这个，反正我使用上非常不方便啊哈。哦那我使用都不方便啊，其他人还使用方便吗？我一直在这个找数字，在用数字啊。那我们二月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呢，买到是4.2%，对欧洲的出口买到是7.3%，啊、哦，那中国对美国二月份成长15.7%，我们是买到是4.2%，对欧盟中国是16.5%，我们对欧洲呢是买到是7.3%，这表示什么？表示台湾的市场被台湾在欧美的市场被中国所取代嘛？哦，这是很严重的哦，不然我们应该成长啊，中国都可以成长了，到15.7%，我们至少要成长个5%啊，成长个6%啊，哦，我们怎么还继续2012年的这个整年的对美国的这个贸易的下降，继续下降呢？其实我们对美欧的贸易、啊哦、出口这上面衰退，其实已经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。不会啊，
有美欧都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，有这个新闻的波动啊，我们主要是对中国大陆和东协、啊、所以这个我问到现在你都没有掌握，还断还这个好、哦、说那个希望说有奇迹出现啊，三月份啊，啊希望很好啦，我不要唱衰台湾啊，台湾是我的家，我的国啊，哦，但是你们主掌经济的人这样嘛，好，这个我讲到这里，好、哦，你回去做结构研究，你那个 City Group 的这个他们所做的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东南亚的出口产品结构变化。你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在掌握这一篇文章？我们工业局那边都有详细的资料。那告诉我啊。那现在我们这一个在总项目，所有项目里面呢、啊，跟这些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东南亚，它的这个比，它的这个比较性变成怎样？它的比较变成怎么样？哦，它结论很简单啊，就说日本、韩国跟台湾已经越拉得越来越远了。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出口的这个竞争对手国，变成中国跟东南亚了。那这一次，哈、哦，这一次啊，这个台商从中国出走了，哦，回流不回流是其中之一啊，哦，但是从中国出走，现在接着下来。所以你第一道题目我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满意的一个答案啊，表示说你那个最短期的一两三个月一季的变化，你渐渐的都没有好好掌握。都是在那边做统计，然后看到结果。你这个统计的变化，要未来赶快，好、哦，现看到一月、二月这样变化，你不是在那边梦，在那边期待，在那边想，这个三月份怎么变化？应该赶快分析，赶快深入去研究调查有没有问题，能够补救赶快补救啊！哦，有很多方法啊，景气对策都是短期的工具啊，那你都拿不出来啊！我看不到短期有什么因应措施啊？那长期呢，手高眼高手低，那短期呢，好、哦。这个僵化不动，那你长短期全部落空，哦，这个是个问题的哈、哦。所以这现在进一步讲到台商，台商啊，我以前问的数字啊、哦，好、哦、都不浅了，我不再提了，很失望的了哈、哦。在台商啊，你在这报告里面，我说从你的报告开始，因为时间有限的，再讲得很快啊、哦。你看你的第八页提到说，你这已经审了24件嘛哈、哦，预估投资总金额1724亿台币吧。可增加本国劳动啊劳工就业2.6万人。好，我请教你，这24件，好、哦、到量产，从现你核准到量产，大概什么时候？这个我那个，我们的计划规定就是2.6万人就要完成。4年后是5年后？没有，我们计划规定是2年之内就要完成的。对，两年计划是核准它，但是它量产呢？它量产你要追踪它量产呢、啊？那当然会啊。当然会啊，会。那你现在追踪的怎么样？你现在进度怎么样？他给你的进度怎么样？有的才把案子送进来。进度怎么样嘛？你要预计啊，不然你会这个又落空的啊。人家这个台商从中国出走也好，转进也好，到东南亚去。实际执行。哦，我们的规定必须要。3年之内一定要实现。对。好，那我就3年后，我3年后，哎、欸，3年后差不多了，好，好，我这个此生最后一任的立法委员了，我今天这个人决定了，好，好，所以3年后刚好是下任的时候了，好。哦，一定还要追踪这个数字啊。好，我就24件就好。所以现在你把基本资料给我，24件，好、哦，20件整个基本资料给我。可以。我就对这24件追踪，我不寄望全国啦，我就寄望你这24件就好啦。但是我们有些细部的资料，这、哦、除非人家同意，我们不能够随便揭露。我们可以给你那个总的统计数字。少来了，三个G我不要。我说24件是谁？台上回流，24件是谁？有些名字我们没法。公司在哪里？除非人家同意，我们有些厂商同意，我们不。你不要让我生气啊！哦，公要有罪证啊，公要有凶险啊，要有合乎逻辑啊，什么什么商业机密，我又不是说他生产什么产品，他有什么优势哦。我说这个才是已经是对，到底是对的。我们可以给综合统计，您做核准的，没问题，综合统计没问题。好，你现在台商到柬埔寨、到印尼、到菲律宾、到越南，好、哦，现在进一步到缅甸，你掌握的情形怎么样？有没有资料？现在台商回流是变成政府的主要政策嘞，所以台商不回流就跑到其他地方去啊，或是在中国就地灭亡啊，好、哦，或是深入中国的内地啊，这只有六个可能嘛，哦，他们做中国都做的研究啊，这个厦门大学的这个台湾经济研究院，哎，不是、啊，是厦门大学有什么什么那个，没有，对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嘛，哈、哦，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嘛，就六种出路嘛，台商求生存的六种选择嘛，从中国的立场嘛，好、哦，第一个是产业
技术升级嘛，第二个是转型做服务业，哦，尤其这个所谓制造业这个服务业化嘛，哦，再是向内移转嘛，哦，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廉的中西部嘛，第四个是向外转移嘛，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地区嘛，这现在大行其事嘛。第五是台商，哦，回流返台投资，哦，以往较驾轻就熟的行业嘛，哦，因地制宜的专业嘛。第六是停产甚至关门嘛，停产关门的超过三分之一啦，啊，但是你们数字来给我啊，我要掌握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去看看我们这边。你要研究台商回流，你要这一个掌握所有台商的动向。但有些大陆所有东西我们都有，但我们会尽量收集。都有给我啊，不要说都有了，都有我们都看不到，有什么用？再来，我非常啊，哦，这个乐诶高兴说诶听到啊，江院长啊，以院长之尊啊，第一次提到说他重视南北差距，他一定要想办法。然后经监会对南北差距的第一个认知多少？第二个你有什么办法来认知多少？几个这个指标告诉我们台湾南北差距有多严重？你说，在你提问总有一些印象吗？就指这边指那边。好，我问你啊，这个家庭可支配所得，北部跟南部，好，差距多少？啊，这个抱歉，我真的不记得。跟中部差距多少？不晓得。跟东部差距多少？不知道。四五六啊。第一个，北部比中部多四成，北部比南部多五成，北部比东部多六成多，将近七成，这样的差距。再来，平均一命，平均一命啊，一样缴健保费啊，健保费一毛不差，一样缴所得税啊，税率多一样的啊。结果平均一命，南部跟北部差四岁，南部人减四岁。是北部人比较少吗？北部人不是工作比较辛苦，很早就挂掉了。医疗资源比较充分，所以比较长命，哦，差距，你连南北差距的基本资料你都没有概念，教育啊，谢谢委员指导，哦，就业机会啊，哦，要从这些去分析，一样一样来细部分解，然后这个对症下药，对不对？好，南北差距你又没办法了，来提到人力啊，来我再请教你一个基本的。你对人力人的发言呢，啊？时间到了。我今天我最重要的，弄起来。来，三十秒，这个大学以上的，啊，跟一般平均的这个失业率比较，是在哪一年开始，台湾大学以上的这个劳动力的失业率开始高于一般的劳动失业率？是哪一年开始？哪一年我不确定，但应该好像差不多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。啊，差不多，各一半。好，嗯哦，给分，2005年。从2005年到现在，大学毕业以上的劳动力的失业率，好，哦，跟一般平均的劳动失业率，这个差距啊，越来越大，差距越来越大。跟景气循环无关，变成长期趋势，而且超越景气循环，哦，所以这不是你景气对策，不是景气好坏就可以降低失业率的。你光大学这一部分，它就是长期提高嘛，这个很好的分析嘛，波动这样嘛，它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徐委，你要三十秒。好，三十秒够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一分钟了。好，这上面我们的这个分析结果，我们再跟书面资料答复委员。